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错长的爱恨哦，这是8-2-1哦，很长的关卡名称，因为关卡太多了，8-2-2-1哈、哦。这个摸到应该是停止的，没有错嘛哈、哦，好。还真的去给他摸到，问题为什么没看到光符石啊？是近光吗？我是不是近光、啊？如果近光就有意思了。哦，吓我一跳！我近光珠嘞，近光珠这真的整个脸都歪掉了。我跟各位报告，真的。这应该是有重复啦，有重复到啦，因为我三只都有嘛，所以它扶持两个位置代表重复到，都算运气不错哦。当然能越少重复是越好，啊越多重复越好啊，讲错了哦。攻击力还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慢慢跟它玩哦。哦，一只一只打。好了，重复的那一颗，就是这一颗重复啊，没有用，所以我们还是卡在这个位置哈、哦。啊，小小的给它叠住了一下。哦，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一幕脏脏的哦，不是一幕脏脏的哦，哦是这个腐蚀的特性。撞了没关系。哎，太大力了！哎呦喂！不要打死我的小木妹啊！小木妹，笑啊笑啊笑啊！小木妹，哦，因为我们这关是越战越强啊，哦，这是那个越战越强铜的部分哦，稍微提升而已。那我就是好当做继续处击吧，好、哦、处击吧哈、哦，哦，不是 G8 哦哈，不一样哦。啊，血80几万而已啊，其实也是也还好啊。哦，啊，但你要注意到它是 CDE 哦，哦，这我刚刚没注意到。哦、技能基本上都跳的话。嗯，应该是可以一波带走了哈。一样哈，我们顺序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。哦，露娜加大圣的爆发就已经很足够了哈。可以看到这个是4-6-24左右，哦，4-5-20啊，哦啊，这边是中毒30%哈，中毒30%，哎，我们攻击做好像有点少哈，这个没关系，哦，一样照样转，单体攻击就好。啊，那如果全部送走就算了哈、哦。如果没有全部送走，我们可以阻击。哦，大概是这样一个 tempo。哦，指定中间这一只哈，哎、哦欸，哦，等一下，他要开始 combo 数出来的时候才可以指定。我的威力蛮强的，对啊，嗯，蛮强的。
哦，这关新的小怪无视减伤，这只先把它处理掉哦，无视减伤先处理掉。那我会开这个啦，哦，欸，还没杀到欸。好，就是一个处境的 feel 了哈。尽快把技能出起来啊，还有八回合的打指。三回合哈，好，差不多可以做攻击姿态了哈。啊，不过我们的光珠怎么都没有出现。终于啊，哦，强化腐蚀，哦，这个部分来讲我一样就是继续绿珠哈，哦，哎呀，我要绿珠啊！攻击强化腐蚀，好，哦，CD 已经除满了，只不过是奇怪，他一直不掉光珠给我啊，莫名其妙。好，哦，还算 OK， 不是太难的关卡哈，哦。这个妖精提升和锁技，龙类我没有龙哦，所以我三四十万的血应该随便打一打就过去了，所以我转一只就好哈，哦，应该不会一波带走吧？哎，是没有一波哈，哦，因为我还想再把那个毛苍鸡再储回来了。所以我也不太希望他一波就带走了。好，先把妖精克制这只干掉哈。切不开。再来安多，安多，哦，
转换暗符石，所以慢慢打没关系。哎，不管它转光的或者不转光的都没关系。哎，光或星嘛，至少留一颗就 OK 了啦，应该这么说啦。哎，才讲完，他刚好像是装我的光嘛，对不对？还真的是故意的哈。哼，鬼骗的对啊呀。还真会转的啊，好样的你啊。哎，新珠没有转掉，我们可以补血就好了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直接给他灌一个舒服的齁。我忘记开技了，千万不要转光啊，我要再一波啊，谢谢。哦，这个露娜开下去，大圣开下去，哦，龙科再给他开下去，哦，留光珠哈，哦，留光珠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哦，追光尾王，哦，一波爆发把他送走哈，哦，这个大于等于七张宝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颗，大于等于七 combo。看一下哦，一二三四，应该是可以的哦。不可以也无所谓，我们就跟他慢慢玩哦。来吧。哦，因为这个珠子看得出来，它是有没有没有办法切开，但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有八颗，嗯，这三颗没办法同颜色，这两颗也没办法，所以只好用这样的方式。哦，忘记开天雷的战场了哈，哦，我没关系啦，哦 ，K， 哦，照杀不误，哦，哦，以上是这个八之二。八之二之一的这个，我看一下哦，错长的爱根，哦，错长的爱根，因为它是根嘛，所以应该是长没有错。嗯，哦，经验还蛮高的哈，哦，应该是因为是加成的关系。好，哦，好，以上八峰八之二之二之一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